不行，这里也松了。库伦呢？库伦，我来。钉弦被击中了，小心！好强大的威力，一定就是恩佐大人的宠物。这家伙也是吓傻了吧？船尾小心！恩佐大人的宠物果然强大，我终于找到了！救救救！岂有此理！怎么不斩舵啊？舵杆给炸掉了，公主殿下。啊！深海霸主，深海霸主游过来了！这次真的完了，怎么能放弃呢？我们的战斗还没完呢。没错，战斗才刚开始呢。可是我们只有水蓝蓝和海豹战士是水系的，打得过深海霸主吗？那深海霸主更接近了。各位，不如我们投降呗。哼哼。我有办法。只要有人吸引住深海霸主的注意力，我就用这个黑魔法咕噜球收服他。好主意！等等，谁去吸引深海霸主呢？距离不到40码了，让罗隐去，他绝不辜负众望。罗隐，我们今天就做一回英雄，一定要吸引住深海霸主，交给你了。我和恩佐大人会永远记得你的。开炮！再来，加多些火药。罗隐，我们将来会悼念你的。让我来，迪莫。迪莫，洛克要活着回来呀！洛克，小心点儿。放心，看我的！好，洛克，糟了，装太多火药了。洛克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是最伟大的魔法师。洛克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该我去了。下一个准备，我失败了，你们接着上。大家快看呐！啊！洛克，气泡术！啊！迪莫，准备闪光冲击！迪莫！我们都给你加油呢。洛克，小心啊！般的优美换来的不是赞叹，却是无情的杀戮。九神灵赐下不灭的力量，抵挡着世界的罪恶。洛克王国大电影三，2014年7月即将上映。我在电影院等你哦。远古的传说，是否有人去证明沉睡的精灵记忆什么时候苏醒？不要犹豫，鼓起勇气，
朝着梦想飞奔而去，深藏世界的正义魔力在你心里。探险路上跌跌撞撞，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，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，希望在等着你。